好久不见啊，小宝贝儿。想我了没？布丁豆。去呗，看他到底要干嘛，大不了我陪你。好像发烧了。干嘛？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在这儿？怎么？上次打你的是你想报仇？哎，别误会啊，你衣服上有只蚊子。品牌设计，时尚先锋。懂什么？神经！你送左山衣服应该不是为了再去挑衅他吧？貌似你们误会有点大，他好像也不知道，你也没什么恶意。你很了解我吗？抖音